哦，刚才，现在，今天是9月21号，现在紫乐兰亭叠拼，目前的话呢，现在道路已经修好，143号，这是整个的环境，整个的环境情况，道路确实都已经修好了。这个有一个小的一个出口，看见了吧？是人的一个出口，是按照当时买房时候，的约定吧，在进行。院落的话呢，围墙还没有盖，听说的话呢，在验收之前，这个围墙是不能盖的，验收合格之后再开始盖围墙。